打开一顺边，我说不可能的，我一细看真是一只脚的，都是右脚的。找客服呢，说我超过这个保修保退的期了，他不给我解决。我这个是3月份买的，当时试了一只，因为呢以前我买了一双就没试那只。商家提供的鞋类产品左右脚不配双属于严重的质量瑕疵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，经营者不能以超过7天的时限为由拒绝消费者退还货的要求。